遇到一些就是哪怕一些小事吧，有的时候没有人帮助的话也很难解决。我觉得一个人在上海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有点尺子不够高的，你好高呀！我来上海新疆，我是安徽的呀。我山东人，我已经来上海10年了。我是03年来的，然后来这里也就是在厂子里做营业员。我是今年是应该是第13年。是从1997年来上海。我来自安徽北安。我05年来上海。就是一个人在上海找工作，他就是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有的公司他就明确要求要上海户籍啊，这个是我根本达不到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也有遇到的那种像骗子公司呀，或者黑中介呀，这些事情都遇到过，因为没有人指点，没有人教我们。只要你不免的这个还不是第一，就是别人自己来不干活嘛。医院里去，他到医院里交差，医院里去，去那要什么？应该有碰到了。核心的一个意义呢，在于促进社会的融合。我们用社会融合这样的一个概念导入到这个项目里来，因为我们感觉呢，这一个人群特殊的一个人群之所以他在城市里是被边缘化，主要是因为很多的文化呀、经济各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个社会隔离的现象。那么这些社会隔离呢，就会影响他们的健康。如果我们能在社区这个层面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主流社区，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帮助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广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系统，那么这个对他们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健康的不光是说身体没有毛病，另一方面我觉得精神方面呢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健康指标。我们对于健康宣传这块有一个大致的流程，首先我们发现社区中的健康问题，然后我们发现问题之后，有些问题是我们自身不能解决的，我们就邀请一些专家呀或者专业医生来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之后，然后我们就是通过比如说培训邀请医生或者专家来生活馆对这些社区中的健康宣传员先培训，培训之后呢，宣传员学到了这些知识，然后把自己学到的这些健康知识传达给社区中更多的人。我们希望是这个平台是 open 开放的，大家通过这样的平台可以实现他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单向的我的奉献不一定。有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他的需要，不仅仅是奉献。因为我们往往强调说我作为志愿者我可以给这些人带来什么，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我自己收获更多。可能经常我听到志愿者这么说，说我在做这件事情当中我自己成长了，我自己变得心态
心态更加开放，或者我更容纳更多事情，或者是我觉得哦，我能体会到我的生活有多美。没有这个项目的话，肯定在家待参加点别的培训，给我们更多的咨询。我们一直提倡的就是给与人鱼不如与人鱼，给他生存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就生活的方法要给予他正确的引导啊，给予正确的帮助啊，我觉得这个比直接给他金钱的帮助会更有意义一些。虽然我们现在呢还是一个不大的一个机构，小的社会组织，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新市民生活馆的这个服务的范围呢也只是100-150人口，但是我们相信呢，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我们不懈的去努力，在更多的社区开设这样的生活馆，在更大的范围推广我们的一些服务的项目，那我们一定能够号召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我们中间来，包括人员，经费，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一同来关注这个人群的健康和发展，为他们在城市的这个发展呢争取更多的空间。